等一下再过，那我们先过。你举的这只手是列支敦士登，换一只手，这边是瑞士。哎呦，列支敦士登，瑞士，列支敦士登，瑞士。看起来都没有在，看起来电都没有在开流量。So you actually buy souvenir here? Yeah, 这里面有花生酱是吗？快点去付钱了。这两个也是我的。我问你看外面很多小朋友，你看我问你看超大块的，这是超大块的，整个都发霉了，好酷哦，超大块的，超，而且对，而且整个是发霉的，不是，这超级无敌大的那个发霉，其实熟悉的味道。妈妈，宝贝看妈妈，很好玩哈、哦。哦，现拿出一单的冰哎，可以买吗？拿到红枫冰淇淋，超酷的。去放篮子。他喜欢吃橘子，就给他剥橘子啊。他帮我剥橘子。好了，这个是在那个列支敦士登买的，但是他这个是瑞士的产品。我们今天就来煮这个。
变形的。因为它这面只有三个而已。是那个吗？是红枫牌子的。借我看。